我现在呢，我要跟各位分享的这个主题呢，是用 Power BI 做大数据分析之文字探勘这件事情。那文字探勘呢，我分析的内容呢，是网络的文章，网络的文章。那我就会想要知道，就是说这些字里面，这些字、这些词里面谁出现最多？我们只能先教你这件事情。好，首先，我们如果要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要先去有一个文字的一个叫做文字库吗？或者是一个反正就是。假设你现在拿到一本书，我就想要分析，例如说《小王子》这本书里面什么词出现最多。好，类似像这样子，这我们也许可以叫做什么舆情分析，或者是叫做情感分析。好，不管你要叫什么分析，其实讲的都是文字探勘。那文字探勘，我们在 Power BI 里面。有一种图，它就叫做 Word Cloud 文字云图来去呈现。好了，那我们现在就先开始来讲这一段。首先，你可能要跟我拥有一模一样的文字内容。好，所以我就先到 Chrome。好，我就先我们来看一下哦，优良网络文章，优良网络文章，没问题哦。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们想去调查什么呢？例如说这个63篇跟亲情有关系的优良网络文章里面用的词什么会最多？这就是文字探勘在做的事情。这样大概可以了解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哦。可是请问我们有没有可能哦，透过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工具，我们先下载，为了我们上课方便，我们先下载10篇，如何进行这个网络文章下载？例如说第一篇，这是第一篇，对不对？那第二篇一定是 mf-2.htm， 第三篇以此类推，这样了解吗？所以这时候我们正确解决的手法是什么？是什么？爬虫。没听过就算了，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要知道，因为老师们是决定学生的，就是老师的高度哦，不是要去学一大堆东西，你是要有 knowledge， 你是要有知识背景。你要叫你的学生去做这件事，这样可以了解哦。你就叫你的学生去学爬虫，用爬虫我们几乎都是用 Python， 可以了解哦。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今天没办法教那么多东西，可是我跟黄老师有讨论过，我们不教爬虫，所以我又不能用我那一段爬虫程式，这样了解哦。那我爬虫程式其实是在那个叫做台东大学，我就教他们说，我们既然难得来台东，我们就来把这个东西学一学啊。那你要知道，上这门课之前，你是不是要先学会爬虫，对吧？爬虫，你觉得有可能这3个小时，我就今天就全部教完吗？不可能，
好，这样了解哦。可是你不要急，不是老师都要去学这些东西。你知道我为什么会 Tableau 吗？就有一天，老师把我叫，他其实叫了好多人，叫到他的实验室，就说：“哎，我去法国，我看到一个东西很好用，我觉得呢，在你的那个研究的过程，这个工具会对你有帮助。”这样听得懂吗？好，他找了20个人，分别去讲了这句话，就只有我这样拼命努力的学。我是说真的，不是讲笑话，因为你觉得嘛，你觉得每一个人老师讲的话都会去听吗？不一定嘛。可是我只是要告诉你，你至少你不用学那个什么 Python， 可是你知道哦，我们就爬虫，把20篇文章、100篇文章全部抓回来就好了。这个叫学生去学，那是给他机会，让他有高度的。好，我只是提供给你们参考了。我们现在怎么做这件事呢？我就是复制，因为我只取前10篇，而且因为我们前面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教你 Python， 所以我就用很简单的工具做完词频，做完断词跟词频的统计。好，所以 Ctrl 加 A， 全选就滑鼠右键复制，然后接下来我就在下载里面，我就新增一个文字档，就叫做 article， 好，然后贴上第一篇，是不是贴进来了？现在游标在最后面。现在游标在这边，你不用去管那个要不要再按一下 Enter， 不用，反正接下来我是不是要去做第二篇，这个就可以关掉了。第二篇，然后全选复制，滑鼠右键复制，然后接下来贴上，是不是第二篇在里面了？你不用管，因为这件事情我想这应该都蛮简单，等一下你们应该也都不想要做这种事吧。第三篇全选复制贴上，为了以防万一，最好是把这些都关掉。第四篇全选复制贴上，关掉第四篇。第五篇全选复制贴到这里，贴上。第六篇全选复制贴上。第七篇全选复制贴上。第八篇，第九篇，第十篇，可以吗？第十一篇，全选复制贴上。第12篇贴上。131415好，我们就先做到第15篇，可以吗？然后接下来假设我又再下载了15篇，我就是说我先训练好这15篇画出来，然后接下来我又再想把
后面的15篇也放进去，对不对？就是本来是不是只有15篇，你可能可以看到说那个就是跟亲情有关系的持平，可能第一名是爱，第二名是妈妈，假设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是不是希望再把更多的文章也倒进去，例如说16到30篇，也就是总共这30篇，我们去看一下这个文字探勘的结果又是怎么样，这样可以了解吗？这就是今天课程希望教你的事情，这样有没有问题？好，所以有时候我们类似这样子的观念，你就要去看什么？例如说好了，我想要知道说这个候选人他在各个报纸里面他的一个那个什么支持度什么的一个调查，这样可以了解哦。你不可能一下一口气你就收集，例如说中国时报，你收集起来，你是不是还要再去收集什么那个网络的文章，好，然后都分别把它放进去一起去做所谓的文字探勘，这样可以了解吗？好，这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那我们就先做这15篇，那有了这15篇，你当然就请问这个动作应该没有什么很大的学问在里面，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这个 article 档案储存，我把这个档案就直接给你们好不好？那或者是我是不是可以请你们，例如说一号同学去收集中国时报，二号同学去收集联合报，三，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就是我们不会写程式也没关系，我们只要集结众人力量，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件事情给做好？这是不难的事啊。好，我就把这个档案给你们。我一样放在那个范例里面，不好意思，我先加一个编号在这边，加一个1到15，可以吗？就是第一篇到第15篇了，因为等一下我想要再喂进去的是那个另外的。好，你们知道要在哪里去下载？就是请你打开 Google 浏览器，然后请输 go.gl/ytzrxt，Enter。然后接下来呢，请点这个范例下载，产品获利模组与文字探勘模组。然后接下来请找 article 01-15这个档案。请点一下它就可以下载下来了。好，请你们先下载这个档案。 Power BI 先把它关掉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刚刚这一个文字档各位都已经有了，可是这个文字档你充其量你只是取得了文章，它没有做好所谓的一个断字断词。例如说好了，从前有一棵树，这样子一个断词它没有做好，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把这里面的内容去做断词，这样可以了解哦。我们是分析词频，不是分析字数，不是分析每一个字啊，因为像爱情或者是说那个有爱，这基本上来说它应该 做一个合理的一个划分。那可能有人就会再进一步的再去研究说爱到底是父爱多就是还是母爱多，就是说在这文章里面，这样了解吗？
好，来去探索说，那到底是父爱会比较被网络文章去做一个宣传，还是母爱会对文章来去做网络文章来去做一个宣传？这样可以了解吗？你学会了这件事情，其实哦，你就可以去真的找到民之所欲。你们说对不对？好，所以我只是觉得，就是说，像我喜欢探索那个医学中草药，那个中草药那么多医学的宝典里面，难道没有针对癌症来去做描述吗？你听得懂我在说什么吗？你想不想知道华佗如何看待，例如说乳癌这件事？可是你要知道一件事哦，三国时期平均寿命26岁，听得懂吗？可能还来不及得到癌症，就因为其他的因素而死了。这样理解我在说什么？可是会不会有遗传的问题啊？好，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就是说这些都可以透过文字探干来去做理解的。好了，那我现在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有了文章我要去做断词，断词也不请你们学程式设计了，我们全选，就是打开这个文章全选复制。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当然是要去网路断词工具，而且这是中研院开发出来的，千万不要用英文断词工具。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是中文字，好，所以我们就到中文断词的系统，中文断词系统，这是由中研院开发出来的。接下来呢，麻烦请选这边有一个线上展示，然后直接贴上刚刚我们复制的内容，全部选取复制，然后贴到这个地方，请贴到这个地方之后送出。然后送出完毕之后，请选哪一个包含未知词的断词标记结果，请选这一个。它这边只有四个结果，一个是什么？文章的文字档，那就是原本你给他的那个TXT 那个档案，还有未知词的过程，这个未知词就先不管了。还有什么？还有就是包含未知词的断词标记结果，我们要的就是全部断词。然后这个是未知词的列表，有人不把那个未知词放进去，好，请点它。他是不是这边把一句话，苹果树，从前有一棵树，可以吗？你觉得他断的还不错吧？如果你拿那个 Python 的套件，都没有他断的好。为什么？因为 Python 是国外人做的，但是我们今天给他断的是繁体中文字，也不要用大陆人写的，建议真的就要用这一套。不过 Python 已经加中研院的这一套中文断词系统进去了，所以他断的有比较好，绝对不会把那个菜跟英文分开了，可以了解吗？听不懂就算了，你们都听得懂了，不要当作是不听不懂。好，哦，还有一个韩国鱼，听得懂吗？听得懂吗？好，只有中文断词系统它可以断得比较正确。如果你要做那个什么选举啊，这个那个，就真的不要用 Python 原本提供给你的套件，你应该是要用那个结合中研院中文断词系统做出来的结果。那重点是，我是不是要这些资料？这些资料你有空自己再去看一下，什么舆情分析啊、断词系统啊、词首词尾啊，你都可以自己去看一看。好，我们现在重点是要把这个档案，全选
全选一直拉到最下面，就这些词，就这些词复制，然后贴到我们的自己去创造新增一个文字档，叫做 article 那个一之十五二这个档案里贴上，可以吗？我现在重点是要这个档案，然后就请你们做现在这件事情。这个中文断词工具哦，中研院开发出来的，我觉得它断的还不错，它断词断的还不错。接下来我们要用 Word 这个工具了，而我们去把它整理的干干净净。好，首先画面就用一下咯。我们针对这一个文章1到 15-2， 这是原始的资料，原始的文件，好，就是真的一篇一篇的文章，15篇。然后接下来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做2，后面有一个 -2， 这是词频。可是它现在这样子的内容不容易分析，这样子一个呈现方式不容易分析，要把它变成这样子会比较适合，就是我只要知道这个词出现多少次，可以了解哦。所以我刚刚这个呈现的方式我要说修改，怎么修改？请用 Word 修改，就是滑鼠右键，然后接下来开启档案，选择其他应用程式，居然没有 Word， 这边确定，然后呢用预设的就可以了，然后点选确定。好，其实我只要留下苹果，我只要留下树，我只要留下从前，可以吗？其他这些东西我通通都不要。好，例如说这些 dash 符号我也不要，所以怎么做？就做取代，就考验你 Word 的能力了。这个在 Python 里面叫 parse，P-A-R-S-E， 可以吗？有这种套件，你要是用 Python， 你只是用别人写好的套件，打出来那个程式嘛，然后执行，它就做完了。这样可以了解吗？好，那我们现在就动手来做取代。首先，我把这个左刮胡 NA 右刮胡变成一个段落符号，取代。怎么做这件事呢？我希望取代是所有的哦，不要一个一个在那边取代，所以我就用特殊提取符号，这个。提取符号，提取一个左刮胡，只要是里面有左刮胡的，接下来中间我不管它是 NA、ND、V-2、NU， 不管它，接下来右刮胡，那个提取符号右刮胡，可以吗？我的意思就是提取这一个东西。我把它全部都换成一个段落符号，所以你要点更多。首先这个是万用符号，各位知道吗？我有用到一个新字号，以前我们用新字号就是新字号，可是你要是把它当作是万用符号取用，你就必须要这边打勾。你有没有发现原来 Word 还这么好用？
接下来呢，我的取代为是一个段落标记，就是我这边这样是不是把它变成苹果一段，然后树一段，从前一段，这样可以了解哦。然后我就点指定方啊，不是，我就点全部取代，接下来就是给它电脑去跑了，有看到吗？帅不帅？这是我跟黄老师讨论说，不教 Python， 其他都可以，有听懂哦？我不是，因为你要知道，老师什么都学，你想你把老师想成是什么了？又要教，又要学，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换一个方式，好。接下来我们再取代，像这是不是空格？这边这个苹果前面有一个空格，一样取代，复制。我先复制它，再取代这边，把这边贴上。这个什么都不要打，万用符号也不要了。我就是一个很单纯的空格，空格可能你们看不出来，因为这边没有这个符号没有打开。好，全部取代。全部是不是就是苹果，就是很单纯苹果。还有请问这个要不要取代？要。这个叫 dash 符号嘛。好，所以这个复制起来，然后再取代这边，把它换掉，这边什么都不要有，然后全部取代。这 dash 太多了，我全部都把它全部都删掉。还有这个东西，这个叫段落标记，段落标记连续两个段落标记，我也把它删掉。所以这个指定方式为段落标记，段落标记取代为一个段落标记。好，全部取代。这边是不是还有？再一次，好，关掉。请问以上我都在做取代，没问题吧？接下来排序 ，Excel 可不可以排序？可以，就按照什么第一阶排序，因为这里面有一种东西，我们是不用去做那个文字的一个探勘，那就是什么标点符号？为什么会有标点符号？各位知道吧？一句还没有描述完毕，就会有逗号，甚至有顿号，这些是不是全部都可以把它给删掉？所以我排了序一下，这些符号都排在前面，然后就可以都把它给删掉了。我现在做的事情其实就是 pass 工具在做的事，只是我们在教 Python 的时候是一项一项教你怎么做写那一段程式嘛，可以了解哦。那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就是说我们可以教 Python， 但是只要学会如何套用别人的套件，套件各位知道吗？就很简单了，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复杂。太多了，所以我直接拉到下面。哎，刚那边快结束，到这边可以吗？所以 delete， 各位一定
符号排在最前面，接下来是数字。不要急嘛，数字完毕才是中文字，数字完毕之后才是英文字，英文字完毕之后才是中文字，对不对？好了，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英文字要吗？请问我们是不是稍微来讨论一下，我再告诉你答案会比较好。英文字要不要？英文字要不要？你做的是什么？中文字的嘛，对不对？这样可以了解哦。可是有一种英文字，我觉得应该是要留下来的，所有都是大写字母的。你这样可以了解吗？因为像例如说什么，例如说 AAA 什么全球会计什么什么协会，那个他都会用大写来去写，那些其实是应该留下来的。好，提供我只是说看你要不要留下来啦。那你英文字里面大概就可以看到阿姨这个字是很多出现的频率，对不对？那其实也不难去想见，那这些数字哦，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很大的意义。可是有时候你在研究的时候，你要稍微注意哦，你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你要去调查星期几会有上班症候群，什么上班什么倦怠症候群什么之类，那个几就很重要了。好了，那我们先把这些通通都删掉，这些什么还有注音符号全部都删掉咯。请问一就是代表断词没有断好，一个变成一个，对不对？好，请问一下哦，我们做完这件事，你们要不要做一次？你们做做看，我只要求你做一件事，把所有那个刮胡里面的，不管是 NA、NB 什么，全部都拿掉。有听得懂我意思吗？这里面唯一一个那个 Python 很难写的，就是我刚请你们用 Word 来做的，只要做这一件事就好了。然后我又要再把这个答案给你们，这样知道吗？好，换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做。你只要做那个 Word 那一个，很多什么 NA、NB 这种，全部一口气全部取代掉，会做那件事就好了。
只剩三十秒喽，然后结束了。好了，我们要接下来讲那个 Power BI 了。这个，我现在游标一直在这边晃来晃去的，这个 A 到 Z 就是排序。好了，好了吗？好了，我现在要重新放上去两个档案，一个是一到十五篇，一个是十六到三十篇。全部都给你，但是你要分开一下哦，你要分开一下。
所以好，你回家如果有兴趣再继续做31篇开始，这写程式就很好玩了。好，不过重点我们已经讲完手工的部分，我们现在要讲那个大数据分析了。一样放在范例里面，这两个档案一个是 Article 1-15-3，一个是 Article 16-30-3，这两个档案都要下载走哦。这两个之三的，可是我等一下要告诉你哦，我们要一样有训练的过程，所以我们只先做1-15，我们去训练出来，看我们的文字云是长什么样。好，来去下载这两个文字档案，我们就要打开我们的 Power BI 了。在这里，1-15-3，还有16-30-3。好了吗？好，好了没有？我要切换画面喽，因为接下来动作都不要做错了。好，现在哦，下载下来里面是不是有两个档案？一个是 Article 1-15-3，一个是 Article 16-30-3，对不对？之三就代表说已经完成的这个档案。请问，到时候你能不能自己再去创造出来 Article 31-45-3？可以吗？对不对？好了，那以此类推。那我现在呢，要在下载这边建立一个资料夹，这个资料夹我们就叫 article， 然后请先丢一个档案进去，就是1-15-3，可以吗？就这里面只有一个档案就好了，因为我的意思说，假设我今天把这个资料全部都画完了，我接下来我只要做一件事，把16-30-3丢进来这个资料夹，然后我的整个视觉化那个分析只要按重新整理，我就做完了1-30篇的文字探勘，可以理解吗？这就是大数据分析要做的事，对吧？我今天其实我只是希望说，你们先听懂这个概念之后呢，你到时候其实不是要你来去做这件事，而是你先有概念跟想法之后，知道说他可以做到这件事，接下来你要去把你的学生要求他去做这些事。好，就提给你们分享。所以你现在在下载这里新增一个资料夹叫 article， 然后请把1-15-3那个档案放进来。那未来啊，未来我们要训练的这些文章直接丢到 article 里面就好了，这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我希望在下课之前一定要做完给你看。好，
好，那画面就我用一下咯。这些网路就都用不到了。那接下来，我是不是第一件事情打开 Power BI 桌面上的这个 Power BI Desktop 打开来之后，接下来呢，我是不是一样要先取得资料？取得资料里面是不是从上到下有很多？有很多，可是能不能取得的是一个资料夹？可以，可以，其他 Tableau 也可以啊。而且这件事情还是 Power BI 学 Tableau。然后我们接下来在档案里面，是不是可以看到一个资料夹？然后连接，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请点着浏览。浏览，然后我要去找本机的下载里面的 article， 确定，确定。虽然现在只有一个档案在里面，可是比较不太像要做合并，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我还是要告诉你，你就把它当作这边有好多个档案。所以请选合并并载入，合并并载入。那请问一下哦，请问一下，我们刚刚那个文字档呢，这个有没有给它栏位的名称？没有，你这边不要随便设，不要随便设，至少首先你看到这都是标准的中文字，所以这边没有乱码，我们就直接按确定就好了，可以吗？确定。所以你现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会有一个资料表叫 article， 还有一个栏位叫 column 一。这个 column 一，这个 column 一，我们看一下。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个就是来源的名称叫做 article-1-1-15-3 这个档案，然后 column 一叫做的，这两个不要管它，这两个不要管它，可以吗？现在这些事情你就不能随便去动它，因为你要考量的是未来你只做一件事，你只是把这个16-30-3这个档案丢进去资料夹，那它这里面所有你曾经做过的事情，它会如法帮你再做一次，所以你不可以随便去跟动。好，我只是告诉你们这个文字他们这边稍微注意的事情，所以其实只是打开 Power BI取得资料，取得资料我的方法是取得其他档案里面的资料夹，而且是用合并的方式，这个合并的方式一定要选择这个，就是选择好路径，然后下面有一个叫做合并并载入那个功能。好，请你们现在动手去完成，这样子以后你只要有新的article 都可以丢到那个资料夹里面，它就帮你整个直接做分析了。
哎，各位老师，你们有没有 Office 365？那你们是用 Google Suite？ 没有。也没有。微软公司给各国就是学校免费使用，你们不用。我现在告诉你，国立阳明大学跟你们是一样的。对于微软公司来说，他甚至认为哦，他甚至认为你们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更比国立大学还要高。对，因为他的金主是在你们的学生，是你们不用而已。是你们不要用。对。教育版你们是可以免费使用的，全校免费使用哦，不是只有老师哦，是全校哦。还有 Google Suite 也是。好了。对啊，因为我现在要用的是 Office， 因为我要用微软公司的。好，因为我已经登录了，我登录的不是因为付费版，我登录的是我们全校免费在使用的 Office 365。好，我只是提供给你们参考，因为文字探勘它牵涉到你背后的这些储存内容。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继续来观看咯。因为这里面没有文字云，对不对？我们必须要去下载，下载怎么下载？它在网络上已经放了应该有1000多种不一样的视觉效果，免费让合法使用者去下载使用。因为这边太少了嘛，这边了不起才30种。好，如果不能满足你的要求，没关系，网络上一堆。好了，我们现在先来观看，我要建模，我还是要建模，我至少要先算出来字数、持平。好，所以怎么算呢？首先就是这个 column 一， column 一。好，我现在要建模嘛。我们在算那个text mining， 我们是不是也要去建模？建模只做几件事了，就是这个字数多少，还有这个词出现几次，可以理解吗？ text mining 文字探勘不就是要算出来这些东西？可是你刚喂进去的就只有词，你知道我们喂进去的就只有这个一堆的，这个都是因为断词断的不好，亲爱的那个的被断掉了，对吧？所以通常有时候我们会把一个字的拿掉，例如说你我他出现几次，我觉得这是可以去分析的，就是你比较多还是我比较多还是他比较多，可以了解哦。我们喂给他就只有这样子而已了。好了，请问一下，那我在建模的时候，我是不是要建立一个资料表？这个资料表一样，我稍微把这个里面的字，我希望放大一点，所以这个资料表里面我就先勾 column 一， column 一，然后每一个字是不是只会出现一次？好，所以 column 一叫做资料行标题，把这个字稍微放大一点。再接下来就是这个叫做值，我们也把值的字稍微变大一点，可以吗？好，那我们等一下就要算字数，就是这个是一丁点是三，
一下是二，这样了解哦，这叫字数。还有我想要去算，算什么？持平。请问是不是又要再用函式的方式先把这个模型先建立出来？好，请你们现在动手来去先完成资料表到这个地方。我们现在来去看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什么？字数，字的数。因为真的有人会在分析的时候，他分析的是词。请问字跟词的研究是不是在中文，在中文里面是可以区分的，可以吗？在英文就不是这样子讲，英文都是一个字嘛，对不对？好，其实还是可以讲，因为字它其实是有什么，它有前缀词、后缀词、中间的连接，真的英文单字也是这样，字首、字根、字尾。好了，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哦，这件事情字数。滑鼠右键用新增量子还是新增资料好？新增量子，新增量子。然后这个我们叫字数。请问一下哦，判断这个字有几个字？判断这一个 column 一有几个字？请问你会想到哪一个英文哪一个 Excel 的函数？当然不是 count。我再讲一次啊 ，context 不对 ，len 为什么？对对，我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刚刚讲那句话是讲错了，我不是在算字数嘛，我算的是长度，对，所以我只是小小跟你们分享一下哦。通常我跟你讲，因为老师讲错了，可是老师都不会去想说是不是我讲错了，所以同学就一面的回答 count。有听得懂我意思吗？我现在当然是要算长度了。好，所以我其实在算这个词的长度，就不会再有学生讲说 count 了。你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哦？我希望说，我们大家因为都是老师，所以来去思考一下。所以不是用 count， 是用 l e， 然后不是 l e f t， 那是左，而是用 l e n tab 键。就是因为我们是要算长度嘛，接下来请问哪一个文字所以用一撇来呼叫？那你会说，嗯，这边为什么算不出来？我刚刚不是在这边用滑鼠右键吗？算不出来，对吧？确实现在算不出来啊。刚刚我刚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个地方滑鼠右键，然后新增量子，对不对？好，可是新增量子为什么这边算不出来？这个一丁点有的长度是多少？不能这样算，我们要在这里面去算出来这个的长度，然后到时候这边再取平均值。好，所以在这个地方用滑鼠右键新增资料行，然后在这个地方，这个叫做字的长度。然后接下来 LEN Tab 键一撇去选，选什么 Column 一，要选到 Column 一哦， Tab 键右刮弧。那我们这里面是不是就有字的长度了？请把这个字的这个、哦、字的长度
选到这张资料表，然后接下来字的长度打勾，然后字的长度请一定要用平均值，平均值不是用加总。这个意思就是说，刚刚这算加总是说一出现了167次，我不是要那个167，我要的是这个一只有一个字，一丁点三个字，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哦。因为我到时候画那张图的时候，我会希望刻意把那个一个字的拿掉，可以理解吗？因为像这个一啊，其实它应该是一丁点，可能它把一跟丁点分开的结果，这个一通常我们是不用的。好，那像例如说这个九，其实你分析出来九是没有什么意义，我们要的是九点或者九月会比较有意义，可以吗？好，只是提供给你们参考，在这个地方字的长度，我们要用滑鼠右键新增资料行，然后算完之后呢，再放到这里面，是用字的长度。其实我现在我又可以再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哦，那个字数的计算，就是那个字的长度计算，对不对？跟频率的计算只是换函式而已，听得懂哦？好，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不管你，就是说我等一下我又有时间我再去看，不要我就是一定要等全部都到那个地方。好，其实我已经把它放在那个，就因为刚同学新过来，我已经放在那个范例里面，你也可以直接把它下载下，那就是 LAN 已经做完的结果。好，我要继续咯。那我接下来呢，我是不是还要再去这个资料表所谓建模，我还是要算一个东西，就是频率，就是九总共出现几次。好，滑鼠右键新增量值还是新增资料行？我们这边可以用新增量值算，因为它只要算一个值，算什么值呢？算那个词频，词频。请问这是不是要算说它总共出现多少次？所以就是 count， 然后接下来选择什么 ？column 一 ，tab 键，右刮弧，这样就可以算出来说它总共九出现多少次，九点出现多少次 ，enter， 然后接下来请把这个词频打勾。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字出现一次，这个。一样出现九次，了出现211次，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排序一下，大概约略可以看一下哦，在一个字里面，它的次数是相对比较多的，一个字，两个字开始变少了。请问这在中文跟英文的表达上面有没有差别？有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而且这应该也是，就是说另外一种呈现。我们理论上应该是要去探索词频还是字频，因为英文字我们是在比，有点像那个在比 data 跟什么有关系，比较少来去比 big data 跟什么是有关系的。对吧？至少你要把 big data 中间加一条横线，变成本来它是一个组合字，变成一个字，对不对？
就是去探索组合字跟什么是比较有关系的，不然他会把那个 big 变成形容词，对不对？请问会不会把什么亲爱的妈妈变成一个什么，就是反正他这样就变成两个词就对了，这样理解吗？那你到底是去研究是形容词还是名词？因为名词对我们来说才是更重要的关键。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去只看，例如说两个字以上就是持平 data mining。好，提供给你参考了。那一个字里面的情感用词、情感用字也很重要。请问一个字里面，你分析出来的用的最多有什么意义？了不起就在说形容词用的比较多，对不对？的这个字代表意义就是形容词嘛，可以吗？那 the 这个字就是副词。好，那在这个地方情感用词是什么？诶，那个爱怎么不见了？有爱，有看到吗？就是你到时候去比一个字里面那个爱这个字重不重要，当然很重要，可是我们通常不是单独讲一个字爱，而是讲什么爱情啊，那个母爱啊之类的，对不对？好，提供给你们参考。可是我现在要告诉你的是，因为你要学的是文字探勘，所以我要请你把这个持平算出来，持平算出来。好，然后到时候我们是要去做一些事的。好，那就请你先做到这个地方咯。出一个小小的问题，等一下我回答你问题。等一下我希望你要回馈给我。您觉得哦，你的文章里面，哦，这个持平的量应该累积到多少才具有意义？就是这里面最多的是不是用了570次？就是当你今天要去做一个大数据分析，你要去做一个文字探勘，你这个词，对，我这个词用了338次，没错，最少的那个持平出现一次。那请问你应该喂给他到一定程度的文章量，对不对？这个频率更能够凸显。那到底要多少你觉得才是你满意的大数据分析的那个数值？有听得懂我的意思吗？你希望这个数值应该是越高越好吧？如果大家频率全部都是两个字、三个字，代表说那个只有大家，那个只有那个大文豪，就是很会用那个精辟字，对不对？我们不是那种人。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那个统计上面分布是有意义的。好，所以我只是要告诉你，这个数值啊，你要做大数据分析，应该要有一个基本的量，这就牵涉到你文章数多寡。好，请你们思考这个问题哦。那我们就请你现在来去算持平，应该也扣完了。持平很简单，就是算 CUNT 而已。我顺便讲一下哦，这个文字云，因为有账号密码，各位老师你们没有账号密码，所以你们可能就是没办法像我这样直接用，所以我先把它手动下载下来，放在范例里面，让你们再去下载，抓到自己的下载里，你这样就可以做出跟我一样的图了。好，我只是两种方法都要教你，两种方法建议你是拥有这个 Office 365，可是因为你们没有申请教育版，所以如果你要去使用 Office 365就要花钱，花多少钱也应该是你们关心的吧，一个月15块美金，可以吗？微软公司不会跟你算台币的。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这一件事，
我们刚做完的档案，请你储存起来。画面借我用一下喽。我现在那个建模好不好？好不容易建立完了，我只是先稍微告诉你一下。你看一下哦，在我们这张资料表里面，这叫建模。请问一下哦，我原本资料表里面有没有持平？持平应该会随着我放进去的文章数而做一些改变，那我就是要用不同的持平，我要用每一个词的持平来去画出这一个 word cloud， 这一个 word cloud， 对不对？好，所以为什么早上一刚开始我就给你们看 big data 它的Word Cloud 就是文字云，这就是文字探探。可是我们要强调讲的是，这个数值会改变的。好，我现在就先暂时把它关掉，请你稍微记一下哦。这个持平有500、300、200、100，对不对？好，可是毕竟算少数，这样子的分析其实太少了，我认为是太少了。好，我先把它关掉咯。我们刚是不是这一个文字探勘的这个档案，它引用了一个资料夹，这个资料夹里面只有1到15篇的文章，有没有那个16到30的文章？没有嘛。所以假设我现在把这个16到30这个文章直接搬进去哦，可以了解哦，我就直接搬进去了。好，那我们接下来重新打开这个档案，我们来去看持平有没有修改。持平一定要直接修改嘛，而且是大幅度的提升。好，我们来看第一页，持平没有修改，对不对？记得一定要做一件事，常用底下的重新整理，可以吗？重新整理，那它就会自动合并两个档案。如果你资料夹底下有10个档案，就自动帮你合并了，这样可以了解哦。好，那你看这样子，因为文章数多了，所以刚刚不是只有到这边100个词，词频超过100，现在哦那就多了，可以吗？到这边，这样了解哦。好，那我现在就要跟你们稍微讨论一下，做这个事情很简单。你只是放一个档案进去资料夹，对不对？那个现在这还只是建模，模型马上就改了。那模型马上就改了以后呢？那请问你到底要多少才是你合理的依据？举例来说好了，你出作业给学生来去做，你就会发现有的同学做持平这边了不起做到1000，有的同学做到10000，你这样就知道说应该给谁比较高的分数了，对不对？这样理解吗？这个词，例如说国小生用的词跟国中生用的词一定不一样，跟大学生用的词一定都不一样，这样可以了解哦。这就是我们做文字探勘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所以我建议各位哦，就是应该理论上你先定出一个标准，就是说我希望你们做出来的作业呢，至少它的那个最高的那个持平要出现多少次，还有就是
在我们去画一个分布图，分布图那个中间值，中间值应该也要定出一个标准值，可以了解吗？有人还把它当作是，例如说医学的 ontology， 或者是那个就是日常用语的 ontology， 因为用法都不一样。还有爱说脏话跟不爱说脏话去做分类，可以了解哦。甚至像政大，他给我的题目是这样子，他想要去看这个党的人喜欢惯用的词是什么，喜欢惯用的词是什么？另外一个党他喜欢用的惯用词是什么？例如说，就分别找出那个各30位立法委员所有他们的文章，然后接下来呢，他就要去算相关系数跟什么？《中国时报》惯用词是什么？《联合报》惯用词是什么？这样了解吗？去算到底谁最接近这个报纸的言论，有没有比较倾向于某一个党派？这不就是我们在做文字探勘想要去做的事，这样理解哦。好，所以我现在我只请你们先玩一件事情，就是啊，关掉这个档案，关掉这个档案，应该要储存了，应该要储存。然后，请你把这个。对不起，刚刚已经被我搬进去了。请你关掉之后呢，就是请你把这个档案搬进去，可以吗？搬进去它会自动合并，可是你要记得，你打开，重新打开这个档案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重新整理，就真的只按一个按钮。好，我现在还是一样把它搬回去哦。好，然后重新打开这个档案，做法是不是很简单？可是背后所牵涉到它的观念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越多文章，你的文字语会改变。好，那65篇嘛，你觉得大概要到多少篇那个词频会稳定？词频会稳定。好，来，画面借我用一下咯。接下来哦，这个档案我们要做汇出。我真的要告诉你，我没办法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告诉你为什么，就是什么叫做 training。 好，然后 training 完毕之后呢，我们要建模好完毕之后，我们要使用它，然后来去套用在新的资料上面，然后看它的改变是怎么样。可是我现在我只是要告诉你，这个资料我要汇出，因为这个资料就是这个的这个字，它在词频里面是1558，我这个字的词频是976，请问这里面有词频吗？没有。好，我们画图当时依照词频来去画，所以我现在呢，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先懂一个观念，其实我现在这样子，这个内容我就可以去画文字云了。好，只是想要告诉你说，这个词频如何应用到这个 article 文章里。好，应用的方式，点它去做汇出，然后接下来我一样放在下载里面。我一样去把它放在下载里面，我就取名叫做那个 article 的文章。二好了，我就取名叫 article 二，然后存档。
好，然后接下来我这个地方我只有一篇文章嘛，这篇文章里面它这个词频是现在不能用的，就是在这个栏位里面其实没有词频，怎么样让它可以变成有用？好，因为我们是拿词频来去画图，所以在常用这边取得资料，取得文字 CSV， 就是那边要汇出，然后接下来要引用这个 article-2 这个。对，这个档案，然后开启，这里面是不是就一个、两个、三个？好，载入。所以这边是不是有 article， 还有 article 2？ 然后等一下，我才要去画这篇文章它的词以及词频产生出来的文字云图。好，请我们现在动手，先把自己的那个词频资料表汇出。这个是一个新的档案，跟合并无关，因为只有一个档案。好了吗？画面借我用一下喽。我现在开一张新的资料表。我现在开一张新的资料表，所以就点这个加。然后我想要去画图，画什么图呢？画这里面的这个 color one。还有它的频率的文字云图，所以首先你这边是不是希望有文字云图？因为我的习惯是空白地方点一下，第二选择视觉效果。可这里面有没有视觉效果？那个文字云视觉效果没有嘛？所以我们是不是点这个点点点？我不太喜欢点这边更多视觉效果，或者是这个。我喜欢点这个点点点，因为点点点就是更多。然后接下来取得或者是从档案汇入，等一下你们要从档案汇入，因为我会把文字云放在我的范例里面让你们去下载，所以你们就变成用这个了。好，我现在是要点这个取得更多视觉效果。我要先让你们知道一下，微软公司就说如果你注册了，它这边有非常多种图提供给你参考，是不是很多种图？你做大数据分析就要善用这些图啊。举例来说好了，这张图重不重要？就是你跟克林顿的距离，你跟奥巴马的距离，不就是要用关联图？他们说你只要找对的七个人，你就可以认识奥巴马，对不对？应该大概知道这个观念。像这个瀑布图啊 ，zebra 不是斑马吗？对不对？它其实另外一个名称叫瀑布图。这个油表啊，这个是另外的一种，就是直条图。反正这里面像这个 Sparkline 其实真的都很棒，像这个应该各位常常看到预测里面应该会用到的。
热力图啊的变形地图。好啦，反正这边有1000多个。那前提是你要先加入会员。我们学校全校不用钱，他收费是收企业版，这样可以了解吗？我真的要强调讲一下哦，博览公司在意的其实是就是你们胜过于国立大学的，我真的不骗你。那可是要看你们资通中心愿不愿意去建这些，这要花钱的啊。那好，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们有知的权利，你建了 GS， 就是很多学校就是说我建了 Google Suite 啊，对不对？可是你就应该要去使用 Google 的那一套。可是 Google 的大数据分析它是云端版，它又不做单机版，这样可以了解哦。我的意思是说，你们只要因为。这个决策权不是你我说了算，对不对？好，那我不晓得，反正就是你们大概知道这件事叫，我现在我只要用这个新增，因为我已经登入了，这边我已经登入了，然后我就点这一个新增，然后他说汇入制定视觉效果，已顺利将视觉效果汇入到此报表中了，在哪里？点点点的什么地方？左下角这个，就是它，可以吗？好，我只是要告诉你，所以画图很简单，就点一下，因为一是不是在空白地方点一下，二是不是视觉效果选一个，选这个，三。请选 Column 一，这还不够漂亮，因为我没有频率，对吧？这个档案真的没有持平，你不要说老师这不是有持平吗？没有持平在这边，我要把它 related 过去。这样了解啊，就是然后等一下我要扣掉那个一个字的，你那大小持平是控制那个值，就是让它变大或变小，对吧？反正这边就变得很简单了，然后你最后你要花的功夫其实是在做把 article 文章一直增加进去，然后这个图你只是按一个重新整理，这样理解我在说什么吗？然后你可能会分别记录15篇的时候它的持平会是怎么样，30篇的持平会是怎么样，对不对？这日后我们都可以算了，日后真的我们都可以算这种东西，这里面不是都有档案吗？这都很方便我们去算，就是我等一下就要跟你们讲说怎么画这些。好，不急。可是现在我刚刚跟你讲，如果你今天你有这个 Office 365，你就点这个点点点，然后取得，对不对？好，可是因为你现在没有，我只能请你去下载下来之后，你会放在你的下载下来之后，你是不是会放在你的下载里面，对不对？在这里。好，所以呢你就点，从一样是点这个点点点，从档案汇入视觉效果，然后请点这个汇入，然后去选下载里面的这一个，可以吗？好，我就是要把这个档案放在那个范例里面。那各位老师，你以后你可能要画染色体图、香气图，那你就写信或 line 我就把它下载下来传给你。你这样了解吗？不是辛苦，是说过渡时间。你前提是你都还没有评估好这套软体，我不知道了。
你们第一次接触 Power BI， 这是黄老师说的，你们都是给学生 Tableau 嘛，对不对？对吧？你一定是把现有的工具告诉学生啊，对不对？那这边我只是说，你还在评估，你下学期在编教材，你要教什么的时候，你可能需要啊、哦，我要画什么什么图，你再跟我讲，那我可以义务的，就是免费的帮你去做这些事啊。你没有这些图，你就很难去画出来啊。好，提供给你们参考了，好了。然后接下来你就只要选这个视觉效果，然后打勾 color， 还没有画完哦，这个档还缺了持平，所以才没有大小的区分，持平在值这边。好，等一下再告诉你。可是要请你现在先用这个点点点，先把这个图叫进来，先画成这个样子。我们刚刚这个文字云里面它是没有持平的，因为这个值我还没放。可是请问这个 article 里面有没有持平？这个资料表里面是没有持平的，所以我是不是要用另外一张资料表把它关联进来？所以它已经建立好了，你知道吗？这个关联它都已经帮我们建立好了，所以我就是要在 article 里面我要有这个持平，所以这点是请各位稍微知道的。好，我真的要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其实也是我个人研习这个 Power BI 这么多年，我告诉你这是最简单最容易懂的一个方法。好，我们现在来去看哦，这边我们是不是滑鼠右键新增资料行，新增资料行哦，不是新增量值。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这个资料行我就叫做持平二，然后接下来我是用 relate 的方式叫进来 related tab 键，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有没有看到往下来去找，找到持平，然后右刮弧 enter， 然后接下来等于是说我每一个词都有持平，等一下你要用这个的1558，一定要用平均值哦，这样可以了解哦。只有这边有这个小小的那个，等于说各位要知道的事情。所以这个 Word Cloud 是不是把持平二搬到值这边，然后请把持平二改成平均，改成平均之后，我再等一下再告诉你，因为我可能就要去把一个字的拿掉，还有，就是我们看两个字以上的情形是什么？请问现在大小有看到了吗？那这种持平，这种文字云最好不要给别人看，太多了。你了不起放那个什么30持平50以上，对不对？就是那个如果只有出现一次两次，你为什么要放在这边？好，这个也是符合大老板要看的这个重点，可以吗？因为等一下我们要重点是要去看那个，因为它这是跟情感有关系的励志的文章，那应该会看到例如说跟爱有关系啊，跟爸爸有关还是跟妈妈有关，这就是我们要做文字探勘的重点。好，请问一下这个持平二有没有问题？你们应该已经被我训练到应该写这些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啦。好，就是 related 找出来之后请把它拉到值这边，然后改成平均值。你看一下哦，先让我继续往下讲。你看一下哦，这个资料里面通常我会把这个九啊，这个打啊，这都很重要，这些
好，把它过滤掉，我们不去看它。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有字数，这边这个栏有字的长度，对不对？字的长度我们就可以用，怎么用呢？首先我们用交叉分析筛选器，然后接下来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我们可以勾字的长度，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字到八个字？因为经过断词才是有这样子的情形哦。你可不可以看看到底是哪八个字啊？人名，你就说这个中文断词工具好不好？如果它断成比尔、路德、肯达尔，你就会觉得它断得不好了。听得懂吗？我刚不是在讲，我只是换一个名称而已。你希望韩国跟鱼分开来，还是它应该是一个人名？对，你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哦。我只是换了一个英文的名字。好了，不管怎么样，其实我们应该字数的长度，例如说我从两个字开始，然后 enter。两个字到八个字所呈现出来的，这比较像我们看得出来的词频，可以吗？就是说在刚刚我为什么这个画面一直不关，在亲情篇的文章里面描述妈妈的比较多还是爸爸的比较多？这样了解吗？就是我是说真的，小孩子没有爸爸一样可以活得好好的。我一直跟我太太讲，我太太每天回家就说，你看为了你们什么，我就这时候我就一定会补一句话，小孩子没有爸爸没关系，没有妈妈就什么都不行了。就是他就开始越做会越，我不知道，你知道那种感觉吗？所以男生你们一定要学会这件事，真的。好了，这个是字的长度，可以吗？我们从那个亲情篇里面，我们真的可以看到，你看妈妈这么大，母亲这么大，父亲在这边远小于，你看父亲是多少？57，妈妈呢119，而且这边还有一个195，所以在亲情篇里面描述哦，妈妈的远多于爸爸，还有一起描述的更少，叫做父母。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我现在讲的真的就是文字探勘的重点，这是结论啊，就是我们要写在智慧里面的那个智慧库里面的重要性。好，就提供给人唱。我再容我再多说一件事，就是说我现在如果喂进去是那个叫做中草药，中国的中草药，然后呢我就去看那个就是跟肺炎有关系的，跟肺炎有关系的那几篇，看他到底用什么药最有效，最频率最多次。你看你听得懂我现在说什么？文字探勘重不重要？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就麻烦各位把这个字的长度稍微改一下，改成2到8，就是只是把那个字的长度放在交叉分析筛选器。我想给你们看一下1到15篇它的模型是什么，然后16到30篇模型是什么，这样可以理解吗？为什么？因为有些人假设要分政党，他就想要去看中国时报怎么说，联合报怎么说，还有那个什么自由时报怎么说，这样听得懂吗？那我们这边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分类，其实是有意义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去区分，再区分成，我看用这个好了，用这个我的档案只有这个轴就是 source name，
再接下来再把这个放到值这边。好，我的意思是说点一到十五篇有看到吗？它长这个样子，这是一到十五篇。好，你可以大概知道一下一个情形啊。好，然后这个是什么？16到30篇，可以知道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吗？基本上可能都差不多，可能都差不多。为什么？因为这是这一类的情感文章的一个特色，它跟整体的变化。但是请稍微注意哦，可能的原因啦，可能原因，因为我们已经把它全部都建模在这里了，已经全部都建模在这里了。我的意思是说，妈妈是不是有看到 195 哦，然后这边这个一到十五篇的妈妈应该也是195，然后这边也是195，可是我们在看的是什么？就是这两个其实会变都差不多了，因为刚刚我们这边建模的关系，我们不是在考量到那个这个字的持平，就是我没有分开去讨论这件事，就是一到十五篇的持平跟16到30篇的持平，所以才会有这样子的差别。我只是要告诉你，如果你愿意再分开去讨论，像我的意思是说，假设我今天我要去看利润这件事，我要去看各年利润的比例差异，这是可以做的。好，就看你这边你要怎么样去做持平的分类。那如果刚刚这件事情我们不能做，其实画出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我本来是想说用不同的档案1到15，好，跟16到30，好，我们就先跳过这一段好了。我现在想我们是不是应该增加，我的意思是说再增加5篇就好了。刚刚现在这边是不是做到 30？ 然后我们知道说妈妈这个词就是在词里面出现的频率是最多的，这一看应该就看出来嘛，就是你看哦，亲情篇无非在讨论的话题就是什么？妈妈跟孩子，还有母亲又妈妈，然后对了，其实我再告诉各位，母亲跟妈妈是不是一样的？所以应该是把这两个词并在一起。对，所以这又是另外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了。这样可以了解哦，就是还有跟爱，爱在什么地方？只要帮我找爱就好了。一个字被删掉。哦，一个字被我删掉了。好，等一下，那我就只看一个字，因为。你要知道除了爱还有它的对面那个字，就是恨，听得懂吗？就是在亲情篇里面这种仇力就是仇对的文字，爱在哪里？爱应该有啊，很小。那恨在哪里？这个爱恨在哪里？我有看到吗？好了，反正这样大概知道我现在所讲的意思哦。记得我们还是回复到二到八。可是我们现在做一件事好不好？因为时间还有，所以我们再增加个五篇进去。我们重点是要去讲说这个妈妈。这个妈妈195跟119，我要它自动改变，
所以就请储存档案咯，然后关掉，可以吗？好，因为你什么都不用做，因为前面这些东西我看你大概也不想做，所以我一定要先把它做出来。我们来去做31全选复制，开一个，新增一个文字档，这叫 article 31-35，贴上，32，贴上，33，贴上，34，贴上，35，贴上。好，那这个档案呢就差不多做好了，所以先把它储存。然后接下来把这个档案呢用 Word 打开来去做资料的整理。建议各位这边我们写一个 Word 聚集，也就按一个按钮，我就把它全部持平都做好。哦，对不起，这个文章内容全选复制，然后请到中文段词，到中文段词系统里面，线上展示，贴上，送出，然后接下来点这个，全选，复制，新增一个文字档，叫做Article 31-35-2，贴上。好，这个档案我就用 Word 打开来。取代。接下来就是这个符号，取代，然后把它全部取代，变成什么？段落标记，更多里面的指定方式为段落标记。全部取代，这边忘记勾了，使用万用符号，使用万用字元，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再做什么事情呢？这个 dash 符号把它全部删掉，这个 dash 把它全部删掉，然后接下来还有两个段落标记 argp 改成一个 argp， 就段落标记，还是有嘛，对不对？再做一次，以防万一，最好再做一次了。了不起就是没有，你看还有一个。好，然后接下来排序一下，
排序怎么做排序？这个确定，然后接下来把前面这些标点符号全部都删掉。好了，做完之后储存，是的。对不起，应该是另存。好吧，我就复制贴上。然后接下来，请把它放到 Architor 里面，对不对？放进去。好了，我这边是不是有三个档案了？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就要重新打开这个档案？所以，请各位老师要特别记住一件事：你能不能把这个资料夹随便丢掉？不可以，你要跟着这个档案一起走，就是这一个 article。当别人要按重新整理，他一定要有一个 article 资料夹才能做合并。如果你不给他这个 article， 等于你不给他资料是一样的意思。这里面他这个档案很小，你知道吗？没有，完全没有包含字，他都是用那个连接的方式。只要你断了那个连接，对不起，它这里面根本就没什么东西。好，快速点两下，打开这个档案。请问一下，现在我们点重新整理吗？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刚刚这边我们看一下，重新整理这边会不会改变，知道吗？这边是不是要重新那个重新整理，它会变，对吧？可是它有没有自动汇出？没有，听得懂吗？我这边要特别告诉你，就是这个地方要再汇出一次，而且档名不能换。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反正要重新整理两次就对了。好，我们现在来看重新整理，这边一定会改，重新整理。1558是不是变了？变1725。好，这边变了，这我想没有问题，对不对？可是你关心的应该是这张图吧。这个195有没有变？没有变，对吧？它变了才奇怪了。所以怎么办？我们到第一页这边汇出，把这个不可以随便变哦，是不是还是叫 Article 2， 然后存档？是的。然后接下来我那个汇出档案是不是也变了？变了以后，这个本来是195哦，你现在看常用底下的重新整理，有看到吗？变成199，这样了解吗？你觉得这样子棒不棒？很棒吧，一直在训练你的资料，你的模型会随着你喂给他资料一直在改。我其实真的早上也在讲这件事，下午也在讲这件事，这就是大数据分析一定要学到的精华。我真的可以告诉你，十个100个老师没有一个老师是像我这样教的，我真的不骗你。请问一下啊，我们要不要用把机器学习的观念
放到大数据分析里面，要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啊。你有没有可能一口气把所有文章都调查完毕？不可能，没关系，我们就慢慢收集，然后把它放进去，放进去。你了不起，到时候去做一些端模的比较，这是很重要的重点。反正就是你大概已经知道说，哦，我们做那个文字云，其实后面我要知道说这个还要再更进一步的研究说这个词跟另外一个词之间的关系。好，所以我现在要请你动手做什么事情，我再提供给你那个31到35篇，我要求的是请你这个数值妈妈出现的次数变成199，这个要变成126，可以吗？你不是说一定要等到那个同义词？请问一下，假设你今天画出来图，可能就是妈妈跟那个母亲都很多，其实这只要是事实的真相是不会有很大的区分的，这是我知道教授每次都跟我讲的一句话。也就是说，如果是事实的真相，根本连检定都不要看，因为统计检定只有5%的就是显著差异嘛，对不对？好了，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只是要告诉你，就是说这些事情是永远做不完的。我举例来说了，如果像例如说我们想要去分析哦，到底是什么疾病跟什么用词是有比较接近的关系，对不对？你知道有全世界有多少疾病吗？好，反正不管怎么样啊，或者是你想要去看说以前的用词跟现在用词有没有差异性。好，画面继续借我用一下。我们早上讲的这个答案其实我也有放上去，所以我想继续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后面还有几张图。可以吗？这个文字探勘就请你们回家的时候，各位老师，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你真的要知道一件事哦，我们是可以合作的。例如说好了，我们就讲说好了，有钱人会不会比较容易生病？不会，因为他看到有钱，有钱还有钱，有养生，对。你们应该是就是我们学这里是给我的感觉是商学院多嘛，对不对？对。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医学现在都在研究跟例如说天气 PM2.5 AQI 有没有关系，难道不能研究说跟到底有没有钱有关系吗？当然有关系的，好，很大关系嘛。例如说常常去每年去美照做健检的人，他到底生病的情形是怎么样，对不对？反正希望大家建立这个知识库。